种加油方式无法鼓舞跑者？当跑者在赛场上受到哪一种加油方式对他们的运动表现没有帮助？我的答案是 A， 这没有帮助。我就已经在跑了，你没有看到我在跑吗？然后你再说，快啊，迈开你的双脚啊，快跑啊！陈彦博，哪一句话对你有比较没帮助？如果在比赛一开始才一公里就听到说快到终点了，我可能火气就上来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